Hello， 这里 Sobby 时代，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1号，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啊！为什么？因为宝可梦剑盾这个游戏啊，3年过去了，今天宣布不再更新活动了。今天的活动是最后一期的活动，旷野坑的活动，雪豹马还有灵幽马。10月21号到10月24号的早上7点59分为止，雪豹马、灵幽马将出现在旷野的坑中，无法捕捉，但是击败他们后将会有机会获得许多经验糖果，还有特性胶囊，以及金色王冠等比较牛逼的道具啊！这个到10月24号就结束了，之后呢就不再更新活动了，接下来就是转战珠子了。在2022年的11月1号最后一次更新之后啊，超级进化的卡比兽等至今为止在通常游玩中无法遇到的宝可梦也会出现在旷野坑中。我看到这个新闻是挺感慨的啊，我想起来好几年前就沉迷这个游戏的时候，每次一有什么活动啊，我就第一个就是搞吧，是吧，为了抓那个金色鲤鱼王啊，牙都不刷了就跑去刷这个东西。3年过去了，真的就3年过去了，兄弟，你可能你大一看我视频到现在已经大四了，或者就是高一看我视频现在已经高三了，已经大学了，或者就是跟我差不多的也已经跟我一样变成大叔了啊。这个接下来马上就是11月份的珠子了啊，我们下次再见。哎，晚上还有一个云玩家都动漫的视频啊，10月新番啊，我做了大概一个星期吧，这个是整整做了一个星期的视频啊，晚上欢迎大家收看，拜拜。